喂，陳醫生，你知唔知今日咩日子啊？唔好知喎。9月10日喎。等我估下先。啊，係啊，係嘅，驚屍啊！咁你知唔知驚屍有咩可以做啊？唔知喎。咁你可以對你中意嘅老師表達你自己嘅敬意。頂 Sir。呢份礼物系送俾你嘅，咁贵重我唔收得嘅喎。No。咦，做咩又发紧梦啊？我冇梦啊，你点解送啲电子产品俾你中意嘅老师咯？吓，中意老师唔系几应该咁样送礼物嘅喎，唔系应该靠金钱嚟衡量。咁即系点啊？咪就系咁咯。大家好啊，黄日森，我想多谢老师就系许玉玲老师啦。咁系啦，有次我仲唔记得咗佢，咁佢喺度行。都是食飯的時間嘅，咁佢都係專登帶翻我去禮堂去練習，咁都發現入咗細路團好開心啊！咁啊，最後講翻嘅，哦，原來係咁，其實我哋只係講啲對老師嘅感受，仲有祝福，仲有讚美嘅説話啫。哦，你而家先知啊！咁緊嘅事，其實我都做到啦。係咯，而家大家識未啊？我是科醫班的劉靜儀，我最欣賞的老師就是麗瑩老師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她平時教同學都會很用心，還有她對每一位同學都會很悉心照顧，有不懂的都會去教他們，就是這樣了。科醫班蔡偉濤，我最喜歡的老師是黃曉儀老師，實際上她很有耐性地教我們英文，無論我們有什麼不明白就會懂得問她，她都很有耐性地回答我們的問題。周班的范樂瑜，我最欣賞的老師是李思吳俊則老師，因為他教數學教得很好，我問他數學題三四次都好，他都不會說很沒耐性地教我，還有上課的時候時不時都會有冷笑，所以我很喜歡他，很欣賞他。我是 B 班班范海榮，我最喜歡的老師是 Miss Pan， 因為他教學認真。Miss Wong， 好多謝你令到我嘅通識成績有咁大嘅進步。大家好，我係黃家傑，識詩班。咁我最喜歡嘅老師就係陳光老師啦。咁因為佢識得關心同學啦，同埋佢啲嘢都好有趣啦，教得。周宇欣老師好，多謝你兩年嚟嘅照顧，祝你事業順利。我孫學明 ，Miss Ling， 我覺得你教數教得好好。我叫李小天，咁我好多謝戴兆基老師啦，因為佢之前喺嗰度教我唔同嘅數學，例如好似奧數咁樣。我係劉偉森，我就想多謝 Kathy 啦，佢帶咗我入正能社，做咗好多意義嘅事情，同埋可以令到我有一個責任心加強咗，多謝你。我係 Five Boy 班楊卓文啦。我最欣賞的老師是吳永欣老師，為什麼我不喜歡，我是為什麼我喜歡他呢？就是因為他很好人，經常教我溫書，經常鼓勵我。我要多謝丁學明老師，因為他又好人又 nice， 上課的時候氣氛又好，令我們真的吸收了很多東西。我想多謝曾宇豪老師，因為佢平時雖然有啲串串地，但係佢嘅教學方法令我覺得好生動嘅。另外，我想多謝全校嘅老師，因為佢哋對我嘅悉心教導，令我哋學到好多嘢。老師，謝謝你。